咁我等等到咧遲啲温書先再講啦。嗱，我哋呢堂係最後一堂個 identity 噶。我阿張張韻思思，我哋上次學咗三條嘅 A 二次減 B 二次係。係。阿盧建朗 A 二次減二 A B 加 B 二次咧。A 加 B， 唔係 A 加 B 同 A 加 B， 即係錯咗啊！你，喂，呢個 A 減 B 二次嚟㗎。頂，喂，你好似上次，所以我叫佢上寫埋個 formula 出嚟，有完啦，我鋪俾你睇下。A 減 B 二次即係 A 減 B 乘 A 減 B 啊。咁。有冇教呢啲嚟嘅？應該係教緊啊嘛，係咯。所以我嗱減二 AB 啦，加 B 二次係咪？好啦，阿盧建朗啊，繼續啊。A 二次加二 AB 加 B 二次係 A 加 B，A 加 B，A 加 B 括弧二次。嗱，阿張張韻思思，我嗱呢個三個俾個例子三個你睇睇先啊，譬如 x 嘅二次減九嘅九 y 嘅二次，可以點啊？派條式落去用，唔係，要將呢個變翻做三 y 負二次先嘅，即係咁樣先係叫 a 二次啊，即係 x 減三 y 同埋 x 加三 y， 要咁樣睇㗎。你唔係狗啊，唔係狗啊！有啲你隨意啦，好冇？幫我俾一張紙，紙後面嗰個，好滑嗰啲紙。係啊，有嘛？好滑過啲紙。好，呢個咧，譬如嗱 ，x 嘅二次減。這個可以怎麼寫？錯啊錯啊，這個九二次，不好意思，九九正寫，寫回三個二次，但這個要中間要寫埋個方名，個方名是怎樣的？二 x 再乘，所以就x 減三嘅意思。余老師有冇叫你寫呢個 formula 出嚟？嗱，我必須要寫呢個 formula 啊。You have to write down this step， 必寫啊。嗱，唔寫嘅話，我一定會捉你寫翻所有個 formula， 呢個 formula 必寫啊。即係我嘅意思，嗱，唔寫嘅話，我係唔會收貨噶，因為你初學者一定要學好啲個嗰個基本功，但扎馬嗰啲冇得走雞噶。好，喂，抄低佢先啦。嗱，我哋等下邊個抄低咗先啊？等下路邊啊。好，我停咗部機先。嗱，各位同學嗱，咁我而家開始入正題啦，即係入翻去，即係講翻嗰度啦。咁三條式嗰度咧，你只睇翻貼翻個圖啊。呢度嗱，睇翻第一條式。二三呢三條式，你方都主要學呢三條式嘅啫，正唔正確？係咪你都學咗嘅呢三條式？未學噶。好。OK。嗱，我哋寫翻個方名出嚟先啦。邊個嚟 ？Hello， 你好。嗱，寫翻個方名出嚟，個加一嘅意思，個二點寫啊？張敏先。啊。張雲雲思思。二乘 x 再乘多一，所以變係好 b b 俾粒星佢咯。b 一陣咧，你會遇到你最難嘅問題就係呢堆嘢嚟㗎。嗱 ，always 都係遇到呢啲最難嘅一堆嘢啊。好啦，首先我哋觀察先呢嚿嘢，其實即係呢嚿嘢嚟嘅，係咪啊？咁所以第一步咧，就將佢變咗做 x 加一嘅二次先。嗱 ，B 俾粒星星佢啊，你可以俾個月亮佢。
張允之個細妹得唔得噶？邊間中學噶張允瑩？你邊間中學噶？哦，何官啊嘛？我知你喺澳門做嗰啲賭場噶咯，係咪噶？喂阿張允瑩，張允瑩，你咪喺澳門做賭場噶？你話何官啊嘛？想象下呢條 A 二次減 B 二次等於 A 減 B 乘 A 加 B。嗱，我哋將佢引申到咁樣，將呢條色點樣睇咧？就係、是、一個嗱，佢嗱唔好意思啊，嗱我講啲嘢可能覺得核突啲，但希望你唔好介意啊。呢個係一撇屎嘅二次減一督尿嘅意思，就會等於屎二次減尿二次嘅話咧，就等於屎減尿，係咪啊？屎減尿啊，跟住屎加尿就出現咗 K 尿啦。嗱，咁我想問啊，呢度咧，嗱呢個咪一撇屎咯，係嘛嘅意思，一撇屎。嘅意思減一督尿嘅意思，咁應該寫開就會係撇屎係咩啊？撇屎係加一減督尿係咪啊？跟住再乘加一加 y 嗱，咁樣就分解咗啦。嗱，但如果佢有一大撇嘢咧，你要留意，你要適當睇佢係同嗰撇屎定撇尿啊？咁我知道我唔係好適合講呢啲嘢嘅，不過咧，我哋為咗要達到一個最全面嘅效果，阿姑媽，你幫我俾阿馮老師啊，我哋要達到一個最全面效果，所以我要出現啲有屎有尿啦。好，呢度，呢條點樣寫方面啊？張允先，張允允思思，喂，你細妹知唔知道你叫張允允思思？低西蘭人叫做思思嘅，白白思思嚟嘅。知係嘛？而家我突然間覺得你唔係細妹嚟嘅，以為突然間覺得你係家姐嚟嘅。好，個一可以寫做幾多？好，咁即係變。係啦，調轉寫都得㗎。好，這個、呢個咧，劉建朗啦，四次可以寫做二次一可以寫做一嘅。一可以寫做一嘅二次，咁即係嗱，你讀俾我聽啦，可以寫做減一係咪？跟住再乘加一嗱，所以我去到呢度咧，我 check 出俾你睇啊，嗱，我做一做 checking 俾你睇，我哋就係二式嘅二次減一。二四二四加一，嗱我出咗俾你睇啦，變翻呢個㗎，我哋會一百俾你變翻呢個啊，呢個乘呢個，二四嘅二次乘二四二次係二四嘅四次，二四嘅二次乘乘一係正二四嘅二次，喂，佢唔好再咁嘈啦，唔係好突出嚟㗎，負一乘二四二次就減二四二次，負一乘正一就負一，係嘛？好，但呢個未完㗎，呢個未完㗎，因為呢個一可以寫到一嘅二次，咁呢個就冇得再變㗎啦，喺我哋而家個知識水平上面冇得再變㗎，咁呢個可以再變，咁呢個就完全咁因式分解咗佢啦。好，得唔得啊？張總允思思。因為要因式分解佢嘛，唔係要變咁多次啊，係佢有需要就要變落去啊。繼續啊，喂，講翻啲正經啲啦，唔係一陣俾人聽到真係唔好，唔係好。啊，張允思呢個點寫 A？ 好，嗱呢個第一升升佢。如果佢多咗一嚿嘢嘅時候咧，你又要思考緊呢個喎。一撇屎減一撇尿，就會係一撇屎嘅減一撇尿。我姓尿噶嘛。
好嗱，咁好啦，我想問啦，你即係有兩個 backer 啦嘛，係咪？一個 backer 成一個 backer， 第一個 backer 咧就劈屎要減劈尿嘅，第二個 backer 咧就劈屎要加劈尿嘅，係咪？我好核突喂，頂都唔夠阿多啦，張雲啊，好啦，好啦，阿張雲先知，第一個 backer 係 A 減一，咩 A 減一？你講咩？係啦，要符合啊！好啦，嗱呢度咧係劈屎減劈尿啊，另外一個咧就係嗱，飛揚聰明啊！嗱，張因為呢啲弱弱智白話知知，果然唔會係低低五大林啊！有冇流長咁長啊？好啦，嗱，爆翻裏面嗰啲符號嘅啫。減 Y 減二，我冇乜氣啊呢排。好，阿盧建朗，精忠報國盧建朗。嚇，盧建朗頭嗰兩句話變A 加 B。A 減 B， 好，尾嗰兩句就抽個 X 出嚟，但係抽 X 出嚟唔夠，因為抽 X 咧變咗 B 減 A 嘅，係嘛？咁我抽個負 x 出嚟，就變咗 a 減 b， 因為就翻住佢嗰個 a 減 b 嚟變嘅啫，得唔得？嗱，我抽個負嘅原因啊，好嗱，因為如果我抽呢個咧，嗱，如果我抽個x 出嚟嘅時候，變咗 b 減 a 噶嘛，係嘛？但 b 減 a 同 a 減 b 係兩個唔一樣噶嘛。咁所以我咪一次過抽曬，抽埋個符出嚟咯，唔好玩。係一樣，咁但係我抽咗 A 減 B， 令到兩個一樣。嗱，咁咪再抽個 A 減 B 出嚟啊！好 ，OK。嗱，未得好，我停一停部機先，停一停。嗱呢條咧，你點樣寫 formula 啦 ？A x 比二 t 減二乘加二 t 係，咁所以就變咗 x 減二係 x 減二。好啦，我哋繼續揾阿盧建朗啊啦。嗱呢度又要你要蒙起雙眼，要望啲嘢噶咯喎。A 減 B， 唔係 A 減，你繼續講啦 ，A 減 B 二 ，A 減 B 減，嗱個四變咗二嘅二次啊，但係邊個係 B 啊？所以你要睇清楚咯，我就要訓你睇呢啲嘢。中間嗰嚿係啦，中間嗰嚿寫做四四庫 A B 點寫？二二 A 減 B。再乘二，嗱，見到啦，個方面係咪一樣㗎？係咪？啊，咁所以個答案係 A 減 B， 減四，錯，減二，減二嘅負嘅二次，係咪睇得掂啊？係咪先？嗱，總之你蒙起雙眼都係當佢一個靚仔得㗎啦，即係等於你蒙起雙眼望住阿盧建朗一個超級靚仔，係咪先？得唔得呢個？你中唔中靚仔㗎？陳佩瑤，我你學校冇喎，我知道。有靚仔 B B 啦嘛？有冇靚仔 B B 啊？好嗱，呢個點寫呢？抽個符出嚟啊！抽完之後咧，再抽 H。唔好意思，有三字嚟嘅呢個 h 減一嘅二抽咗出嚟啊，就呢個就剩翻 h 減一嘅二次，呢個剩翻一。好，個一可以點寫啊？就可以寫到一嘅二次。嗱，阿陳佩瑤，你幫我讀出嚟，呢個要點變喎？嗱，呢嚿你可以變開兩個 backer 嘅 ，h 減一再減。減一，呢邊咧？
唔係咩？係啦，冇錯。嗱，睇你睇個樣都好聰明嚇，個樣啫。一般一般嚟講，我將個 X 寫翻喺前面。喂，你兩個唔好好似雞啄唔斷咁啦。喂，你兩個喺度，喂阿莫，你小心莫言師係 TB 嚟噶。好嗱，阿盧建朗嗱，呢度嗱，呢個係一劈屎嘅意思，咁一篤屎一篤尿嘅意思啊。好，你點樣寫啊？阿盧建朗。A 加 B。唔係 ，no， 係上邊嗰題嗰個，佢話男嘅頭四個步驟你應該出嚟，你講咩料啊 ？H 減一加咪 H 咯 ，H 減一再減一咪 H 減二咯。頂，你咪知我失調第七期發作啊！我都唔溝佢。唔好講埋啲衰嘢啦，你係唔係溝佢？你唔好同我講啦，係咪先？我唔想知咯。呢度係一撇屎嘅意思，減一篤尿嘅意思喎。咁你就 A 減 B 錯啊錯啊 ！A 加 B 減 A 減 B 減 A 減 B， 跟住另外一個括號係。A 減 B， 喂，你咩料啊 ？A 減 B， 係，跟住減加 A 減 B， 喂 A 減 B。嗱，所以我一般嚟講咧，我將最外出嗰個咧變咗中括號先。咁我跟住要拆咧，就拆裡面嗰啲大括號就算數噶啦。嗱，呢啲題目都係打星來，因為你一陣要處理曬呢啲問題㗎，係好多好多好多好 Q 多呢啲問題存在㗎。好啦，張雲先，呢個你幫我嗱，呢個咧唔可以直接喐佢，因為有個掣喺度阻住嘅，所以你首先要變咗咁先。好，阿張雲先。A 加 B 減 E，A 減 B。嗯。跟住。誒，呢個一個 back 係咪？喂。唔係中括號，中括號。中括號，跟住咧。成。中括號。A 加 B 減。No。我加。係嘛嗱，小心啲加減嗰啲啊，加。係嗱，似乎係得你暫時阿盧建朗都未 save 住啊，你最 save 噶啦，我唔夠膽 touch 你住啊，重要，因為慢慢嚟，所以呢啲題目係最後最終嘅，就算 DSE 都考到呢個 level 嘅啫，即係我方都已經教到你 DSE 個 level 噶啦。我唔知你講講咩意思嘅，但係A 減就負 B， 即係三 B 減 A。我將個小中括號變翻做小括號啦。呢個三 A 減 B。嗱，我呢個寫停先啊，因為我哋即係差唔多講完曬啲嘢㗎啦。好啦，嗱，各位同學嗱，呢條啊嗱，留意75喎，呢個係。这个是27啦，所以我们有 common factor 抽了，抽几多啊？三。
3喂，你两个咩料啊？系咁断背，你两个系咁断背嘅？咩断背啊？唉，即系佢系咁断背拍你啊！喂，好啦，喂嗱，但系你留意喎，呢个25同个9咧，左后左细噶嘛？你有冇睇过断背山啊？电背咪即系搞机咯，而家你两个好，你两个唔系，好啦，你个廿五可以写做五，喂，你留意系咪一定要睇到佢减到佢一个系 difference of two square。是不是你見到一定要搞到它變成 different two square 才可以重用調整，如果它不是一個完整的 different two square 就不可以減的，即是二次方的相差。好啦，阿陸見到啦，理論上這個應該剩開兩個 bracket 是不是、嗯、好啦，第一個 bracket 就第二個 bracket， 好，你填嘢落去啦，幫我等再減三 ，OK very good 嗱，你睇卢建乐啦，卢建乐又英俊潇洒、风流倜傥，系咪先？人见人爱，车见车载，张云诗见到佢都唔在。好，另外一边咧，阿卢建乐。五乘 P 减二 Q 加三。喂。Very good, so nice 啊！睇唔睇到？嗱，咪一撇屎減一督尿，再乘以一撇屎加一督尿啊！好，裡面要發翻緊。留意個 Q 同個九啊，即係好 Q 九噶。你咯。咩料啊？五減六就係負，即係負 P 減 Q。呢個咧係11 P 減。咁呢個答案啦，睇唔睇到？呢個答案啊，係呢個答案。咪個符你可以抄埋出嚟咯。嗱，你見到個 Q 同個九啊，等分開兩種寫法噶。你想試埋第九條啊？嗱，我不如俾你試埋第九條啦，好冇？我差喺呢度啊！第九條 even 咧，第九條係已經難過你喎，你 DSE 嗰啲噶啦已經。有冇 common factor？ 咁醒嘅，係啊係啊，有三。我寫個 format 出嚟先啊！我寫個 format 出嚟先。個4m 四次即係2m 二次再二次，咁即係中間嗰嚿嘢逼住要寫到二三 x 減 y， 跟住成個2m 二次。嗱，你 check 下係咪嗰個 format 先啊？你 check 下先，如果睇唔到個 format 咧，寫 format。寫返個方名出嚟，所以我一定要你寫返個方名出嚟啊！
你一陣裝裝佢哋寫啲嘢 ，O 唔 OK 啦？唔使去到咁深，因為我冇俾到咁深佢哋做。即係呢啲 level， 呢個已經去到終極嘅啦。一陣俾佢嗰啲，即係呢啲普通嗰啲寫到已經係好好噶啦，係好好噶啦嚇。但我唔怕同你講，如果你能夠寫到呢啲咁嘅 format 寫到出嚟咧，已經係好好噶啦。我從來唔會俾啲咁深嘅 format 你做㗎，我 demo 嘅時候先會 demo 俾你睇㗎，因為 form two 係基本上好難去寫到呢個 format 㗎。如果你能夠寫到呢啲 format 咧，證明你個 talent 咧，你個天資咧係優越個人㗎。即係我本住來人想都係$20啫，你可以買一買先學一學。我同你星期四講啦，好唔好啊？我未印你嗰份 note 出嚟㗎，因為我等你要我教啲咩先㗎。好嗱，盧建樂咁樣試個 format 係點啊？當你講話嗰三照寫一定要係咪？跟住就再2M 嘅二次，跟住仲要再。加唔係，再二次，因為呢度應該用呢條式噶嘛，用 A 二次減二 A B 加 B 二次嗰條式噶嘛，咁所以我就係呢個嚟噶，啊唔緊要唔緊要，即係low problem 啊，即係記住一樣嘢，總之難係完啦，但係好快啊。好啦，咁我俾你做到咯噃，做上面嗰行啫，全部都做上面嗰行。盧建朗做下面嗰行嘅一半，自己揀一半嚟做。誒，即係盧建朗咋？唔夠。因為你靚仔，同埋最主要你因為黑咗一兩三個神秘。